蝶泳虽然是你的副项，但你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还是会有想争夺金牌的这一。好，我已经游出最好成绩了。今天上午第一赛就最好成绩。之前最好成绩。一到郑州去年浙江二号，三号国际奥林匹斯，三号武汉浙江四号余则新广东体坛，五号张继林山东上海六号浙江江西七号桂林广州体坛八号。